比较低一点的，这样看起来比较修饰小腹的地方。就是你穿的时候，你可以完全小腹自由。对，围高领真的是也是非常时髦的一个单品。对啊，就像你家穿一样。这个也好可爱。我的也都可以把它放在就是自己的家里面做一些圣诞装饰的搭配哦。他们针织很特别，是他们还有放闪亮亮的材质，地基大变身。有没有韩系温柔小姐姐风？星光三月的直播间，有时候还会有 KOL 或者是带货达人来逛逛，说不定会遇到呢。好物全满当，这里是来玩乐赌场新开幕。星光三月 SEB One 引进日本选货店 Nico N， 还有人气网络女装 Lovey 全台首间食品店，而且还有很多漂亮打卡点跟百货绝美直播间 SEB Live 哦。我们赶快去看看吧。我们家是包含了就是服饰跟杂货，然后还有其他一些选品类的商品。超级人品牌，我今天穿你家品牌的衣服来，我觉得你这样很棒。然后再挑就是可以挑，然后给你们再试穿，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。接下来为大家就是介绍我们比较热卖的款式了。好可爱，龙吊带裤。它跟我们一般吊带裤比较不一样，它是做比较低一点的，这样看起来比较修饰小腹的地方。太好了，就是你穿的时候你可以完全小腹自由。最喜欢的。裤管的地方它是有像这种缩口的哦。好可爱哦。后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，臀部比较小的朋友啊，就是你可以自己调节。还有这个，它是蛮好做搭配，而且它都不会特流行的。像今天天气变得觉得就还蛮适合的。对，围高领真的是也是非常时髦的一个单品。对啊，就像你这样穿一样，知道吗？有 get 到，有 get 到。对，像我也有 get 到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换好了，这超可爱的耶！而且它。超好活动的耶，没错，真的很适合，就是平常日常休闲的时候。然后像我刚刚看志炫这套也超 Q 看的，而且它这个流苏非常的轻盈，然后还有小立领，温馨里面又带一点点温柔的感觉。没错没错，这是一个比较像平风格，然后一个比较文青、比较温柔的风格哦。这边的话，其实基本上都是跟日本设计师，然后金生千里联名的，像这种比较花卉图腾的。哇，今年很流行套装，每年也很流行花花。对啊，这好 Q 哦。套的毛衣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看的，嗯，就不一定说一定要整套做搭配。它上面搭宿舍的衣服，对，很可爱，这样子也是很时髦的。没错，可以就是让你就是分开做搭配，都是搭配不同的单品。还有像这个幽灵图案的，这也超可爱的吧？可爱的，它是用很多的小幽灵组成的耶。这个比较俏皮风格的客人哦。我刚刚在旁边有看到一个超级可爱的包包，这一颗超可爱的，它其实是可以两面背的哦。像它外面这个是毛毛，就是很适合秋冬的时候背。之后如果夏天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反出来，它会变成一个皮革的样式，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哎。其实都还会。再附一个像这种小袋子，你就可以装一些领夹或是钥匙之类在里面哦。还有就是像是贝雷帽系列的，就是比较秋冬感的感觉，它版型超挺的。超显脸小的，超可爱，还有围巾系列的，超软的耶，很亲肤哎，材质都还蛮特别，然后都是有抗菌除臭的功能哦。哇 ，Merry Christmas！ 哇，你看到这些摆饰，真的会让人家觉得一种很幸福的感觉耶。这个也好可爱，好的，也超可爱，都可以把它放在就是自己的家里面做一些圣诞装饰的搭配哦，就把家里面布置得非常有圣诞气氛，这样真的是回家都会有一种很疗愈的感觉。接着我们来到了 Lovey， 哇，让我们欢迎 Lovey 的美女店员心月。我们是原本在网台，然后现在第一间实体店面在这边，每周一三都有新品。现在身上这件该不会就是新品吧？没错，这边也都是新品，就对了。哇，很可爱。他们针织很特别，是他们还有放闪亮亮的材质，保暖之余，然后还可以让人家为之一亮。今天的新品。我们这件裤子，它的破洞是破在后面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很特别，配当一个背纱，有没有？我们还有热销款，比较偏小香风的，哦，很可爱耶！这两年真的超流行小香风的，然后就可以再搭个长袖或是短袖都可以，也是我们的热销，它里面还有一个背心。啊，好可爱哦，可以做一个套装的感觉。好，我们换完妆了，有没有觉得我们气质变得很不一样呢？整个人都变温柔了，秘籍大变身。有没有韩系温柔小姐姐风？有，刚刚还帮你们找了一个包包让你们搭配，偏休闲毛毛的，变人刚好派得上用。对，秋冬很适合，可以这样子肩背，也可以扫提。可爱的是，也是我们是新的，它有小巧实的一个蝴蝶结，一身都是白色系，但是就是用异材质的方式。这样子搭配，因为这种毛毛的比较可爱，然后如果用皮革的会整个太正式。除了包包饰品，然后还有帽子。哦，东西那么多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记得要来 A 席找星宇哦。
在我们身后呢，就是星光三月的直播间啦。这边是专门给星光三月的小编还有各品牌的专柜使用的哟。大家都可以去星光三月各店的 FB 粉丝团观看直播，有时候还会有 KOL 或者是带货达人来逛逛，说不定会遇到我们后面现在就有一个直播，准备要开始了，我们准备去闷入他们吧。我们准备进去吧。今天带大家来逛 ACB One， 是不是让你耳目一新呢？而且除了我们今天介绍 Nico Ann 还有 Luffy 之外，还有很多潮流品牌等大家来逛哦！赶快订阅星光三月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好，我是本周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